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三，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的节目。啊，一切都是贪，金融风暴的故事用一字来代替，就是大大字贪啦。哦，我不是在骂人，是咱每一个人人类本性那个贪，才带来金融的风暴。因为金融的风暴，就是因为咱借钱，咱都要未赚到迄个钱，咱就先去享受迄个物件。咱等于是对未来的借钱，对明仔载的借钱，对明年的借钱啦。所以迄个钱要未入来，咱已经先甲开去啊。这个就是金融风暴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当然要有一段时间，互你袂当去买物件，消费力降低啊。你看到的物件，哦，足好，即马足俗个哦，但你袂当去买啊，因为早都已经超过去啊，透支了啦。所以金融风暴就是因为咱人的贪啦，唔是干那贪钱尔啦。你个想法咪？每一个人是不是拢有真充分的理由讲，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每一个人拢嘛需要车，不但需要车，佫需要两台车，佫需要三台车的啊。这是咱人内面的无穷的欲望嘛。对咱人来讲，抢凶不断设计出新的物件，你讲叫你卖买卖买，你挡袂掉嘛？你也感觉讲，哎呦，我无用，绝对不是我家己的呢，对吧？所以，即马有电脑的青年人，伊无论如何，伊都是刷卡欠钱，伊嘛讲，我今我后个月开始来呢，我即马就会当先买一台电脑啊，这个就是欲望嘛，哦，所以即马买一台桌上型，即马佫买一台 notebook， 即马佫买一台讲吼，液晶屏幕专门咧看电视的，较大台咧。咱人就是安尼，无穷的欲望嘛。啊，咱就想讲，其实我落地啊，干了5000尔，但是呢，这台电视，细细台啊，5000，隔壁这台超大台的8000，啊，我买这台买5000，我不如这台买8000。所以呢，咱就做出一个理智的决定，什么决定呢？我买8000。为什么？啊，你落地啊，干了5000尔，无要紧，后个月3000下一摆，我死搞。我再个贴起你，安尼就好啊嘛，合理无？非常合理，非常合理。问题是啥物？问题是你人活伫世界，你即世人毋是干那买一台电视都有够啊？你听有无？你听有无？你即礼拜买一台电视，后礼拜你是咪阁出去买？一定会嘛？为啥物？无穷的欲望嘛。哦，啊你讲啊，我卖出去就好啊，你卖出去哦。你卖出去吼，人会将这个特价单、广告单贴伫领导的信箱，这就是厉害所在。这都是厉害。即马个 email， 你电脑拍开，你无要去买哦。你电脑拍开，人会主动来，然后跟你讲，你唔免出来买，你喜欢吗？来线上刷卡，拢免出门啦，有够厉害啦，唔免出门。你只要拍几个号码，叫做你信用卡号码，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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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enter， 碎啦！过无偌久呢，叮咚，刘先生，您订的货来了，都上来啊！这真是足恐怖的啦！现代人你也讲足方便，方便是方便，恐怖也是恐怖，因为这种方便。会带予足济人，伊无法度控制。啊，你若像即摆少年仔，逐工上网，佫较死，佫较死。查某囡仔来讲，这双鞋足好看呢。啊，你鞋啊，拜托嘞，你鞋已经200双啊，你讲嘞？但是我感觉我即摆衫吼，真正无一双鞋当配我即摆衫，干那这双鞋配再拄好。无穷的欲望，你袂去看讲恁家已经200双鞋啊，唔知等你倒位啊？你袂记你讲，逐摆你要买鞋啊时阵，你拢讲一句话，你拢讲我足需要这双鞋啊配我这束衫，但是穿2摆了，一双鞋放你也无咧叮当啊！啊，你又搁买新的，一直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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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会贪，都是因为咱人会贪，才会造就了。规个世界经济会这么大一个痛苦，因为你要叫一个人对着你所爱的物件，对你有吸引力的物件，
叫你忍掉咧，卖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啦。人活的世间，活的意义啦吼，活的世间的意义，其中有一项是啥物呢？就是拥有，就是我要爱这个物件，哦，我要持有这个东西，我要得到这个物件。人若无这个力量，你活的世间你也无趣味。咱即马讲的是作信人，我即马唔是咧骂人吼。我即下唔是咧，我咧讲什么大道理吼？这就是人生。一个人活的世间要来快乐，你一定要有一个欲望。我要得到迄个物件，我要得到迄个成就感，我要得到这个女朋友，我要得到这份爱情，我要得到伊对我的迄个关心，我要得到这个礼物，我要得到这束衫，我要得到这台车，我要得到这台奥多麦。迄、那个也未得到进程吼，迄种的焦虑，你知无？哦哦，那也提不到，那也未得到。我要爱，我要爱，我要爱，我要爱。这个囡仔主持人吃镜头，同款道理，同款道理。我要吃，我要吃，我要吃，我要吃。欲望，咱人内面就是咧，足享受讲，我要得到，我要得到，我要得到。但得到了有种足满足的感觉，人就是咧追求这啦。这种物件，让咱人活个也真快乐啦。所以莫怪早囡仔一定都要去踅街，伊去踅街看到一档买，伊就感觉讲，哦，足快乐，足快乐啦！哦，啊，查甫人无要踅街，但是查甫人一个买拢是大条钱的啦！哦，查甫人买股票嘛，看未到的物件嘛，对不？所以咱最近哦，咱自从金融风暴了后呢，即嘛一个新的趋势咧流行啊，叫做吼、哦、买机票，买机票，无要买股票，哦，因为买股票。爱看人的面色，哦，但是买机票会当看世界各地的景色，哦，买机票啦，哦，看各国的景色，买股票要看老板的脸色，看大股东的脸色，所以嘛，新的趋势讲，无要买股票，是买机票啊！你知影讲，咱人就是，无论你买股票、机票，你买啥票拢同款啊！我跟你讲，就是咱人就是。一定要有买一个物件就对了，哦，我要买到一个物件时，迄、那个物件我趣味的物件，所以查甫上爱买叫做三 C 产品啦，哦，三 C 嘛，吼、哦，电脑啦，数位相机啦，哦，所以电子用品啦，这查甫人哦，对这实在是无法度抗拒啦，啊，科技哦一直在进步呢，新的产品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所以真侪人。伊的人生活的世间，就是一直赚钱去消费这个物件。我要得到这个物件，我才会快乐。我来享受这个物件。所以查某囡仔是买鞋、买衫咧踅街，啊，查甫是买啥？买车，哦，买这运动用品，啊，买电脑，哦，买这个电子的这物件啦。所有这电子的科技，人一直发明新的物件，咱就一直去买，一直去买，一直去买，安尼，这就是咱的快乐。所以。金融风暴对到未来，对到咱人无法度控制咱家己的欲望，我就是一定要，一定要。虽然我知道我无钱，但是我唔去买，我感觉我活甲真痛苦。我若袂当得到迄个物件，我活的世界有啥物意义咧？哦，我唔是无钱通赚啊，我是钱后个月才会一百尔，我靠，活甲遮辛苦，活甲遮可怜，想买后个月钱都会一百嘛？查甫囝对无？男子唔大丈夫。过得这么窝囊，哦，灭嘞！你知道？当全世界人弄这生气的游戏的时候，你说怎么会没有金融风暴嘛？这个道理太简单了嘛！哦，但是其实老三要讲的重点，最主要是要来跟你讲，真正贪的，咱一般老百姓这种贪是情有可原，情有可原，就是讲，这是咱人基本上本能啦。腰就想要吃啦，哦，啊，吃想要吃好啦，对不？所以想要吃白费嘛，白费现在永远拢有人去，因为伊会当满足你一种。我虽然吃无遮济菜，迄菜安尼两三百项菜色哦，够恐怖呀！我虽然我吃无遐济，但是我看到啊，规桌顶的物件，规餐厅的物件，烧的、冷的、烧麦、日式烧烤。哦，啊，什么生鱼片，什么有诶无诶安尼，我看到柜桌顶遮尼侪遮诶物件时吼，
挡袂牢啦，挡袂牢啦，哦，都有种满足感啦，就讲哦，太棒了，人生就是爱安尼，敢若袂输，敢若变做皇帝，哦，帝王一般的享受，你的族人有一种快乐，但是咱这种贪，我个叫做小贪啦，小夸贪啦，合理的贪啦，因为你要嘛，所以你咪想讲，哇，真系是果汁，佮有水果，哦，啊，佮有南洋的食品。哦，啊，各种诶好食物件，点心，哦，迄个甜点，鸡卵糕，冰淇淋，哦，火锅，哦，讲到嘴头拢要流来啊，哦，讲起太好食了，哦，足享受诶，这拢是小贪啦。查某囡仔讲，哦，这苏衫，真是吼，我若当穿这苏衫偌好，哦，这双鞋，你贪，这拢小贪啦，这拢是小贪之一啦。啊，查甫人想，哦，我拿来买一台车，吼、哦，唔知偌好咧呢，吼、哦，来买一台车呢来晒吼、哦，买一台是货车，买一台四轮传动的，是走山顶甲走溪边的，啊，佮买一台跑车，买一台敞篷车，吼、哦，三四台车，我真满足。我甲你讲，这拢也佫算小贪，我唔是讲安尼贪是无要紧，我是讲，我等下要讲互你听，甚物叫做大贪啦。人类会变作金融风暴，两个原因嘛。一个原因是咱这些死老百姓，好不好？咱这些小老百姓，吼、哦，老百姓吼，大家拢小贪，啊，小贪，大家做伙贪，怎变大贪？这是一个原因，金融风暴。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有极少数的人，因人数是真少，但是一挂人野心真大，因是大贪啊。因是大贪啦，所以少数人的大贪，甲多数人的小贪，两个加起来，无法度解决金融风暴海啸，都来啊！这就是今仔日金融风暴最根本、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哦。所以咱一般的人哦。咱的这个贪哦，我就是讲这拢是合理啦。食衣住行，我想要住好处，想要住别庄。唔忙，阮兜的厝吼，有一个游泳池，有人讲阮兜的厝，想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吼。等你来了解金融风暴的真相了，你也感觉讲，其实这真正还好呢。因为这种贪拢是你嘛会，我嘛会。怎讲？你讲啊，阮兜哪会当有一间足大间的厝？阮的摄影区的所在哪会当有十八？迄唔知偌好呢？这种情绪我会当了解，因为我嘛会安尼想。但是这部下半段我要来介绍，有一挂人迄种贪家你的吐字，吼、哦，有必要这样吗？迄种人的贪，才是真正造成世界金融风暴搁较主要的。等我一下，等下了。来，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吼。金融风暴，就是咱足侪人看到的贪，但是我讲这种人的贪吼，我就是讲，这应该讲是爱贪爱享受啦。吼、哦，我爱享受的贪，这种贪吼，我个人认为讲完全可以体谅，当然不敢苟同，因为这嘛是真危险，因为这个贪带来咱过度的消费嘛，吼、哦。啊嘛，带来全世界的生产过多，因为大家拢一直要享受享受，实际上你都用袂到，你可能买当下用一摆两摆尔，迄个物件浪费掉，迄个变作环保的问题，环保议题的另外一回事。我要来讲的，就是讲，这种咱看得到的贪，也袂真正带来这么严重的金融风暴，哦，因为这种贪吼，贪到一个地步，你贪袂落去啊，你知影意思无？比如讲啦。我去到这个纽西兰吼，我一摆去一间奥托麦店，甲伊头去开讲，伊头去输出去，少年那尔呢？啊，我就讲，哇，恁这店，这奥托麦足济吼，咱人嘛真厉害呢。敢那是咧两链的奥托麦，一当有这么济无同种的奥托麦，这嘛是真厉害。哇，伫遐开讲，
开讲甲真快乐。伊就讲对啊，伊讲比如讲，你若要长途的吼，像美国吼，美国真大嘛。你若讲像伫美国咧骑吼，都爱骑种哈雷机车吼、哦，因为路拢滴滴滴，拢无啥弯的，啊一路你啊足舒适的，啊伊个长途嘛，你袂当骑甲足险的吼、哦，啊所以啊足轻松的吼，安、哦、尼自在，所以拢用安尼骑的吼。哦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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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啊，拢留个喙手无？哦，啊，穿个皮衫咧？哦，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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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迄种一般叫做 cruiser， 啊 ，cruiser 就是讲迄种休闲车就对啦，哦，骑快乐个啦，哦。但是呢，你若看电视咧做这个 GP 吼，迄个赛车有无？迄个赛车咧走的时阵吼，迄个叫做跑车，哦 ，sport。跑车呢？迄个无同啊，迄个毋是安尼啵啵啵，迄是安尼拍的。为什么拍的？你速度紧嘛，速度紧哦，你都要拍的嘛。迄、那个风来的时阵哦，则袂让你的速度变慢嘛，也袂风阻哦。风来的时阵有一个力量哦，会让你速度变慢，所以就拍的哦。迄、那個、跑车呢，看电视在做安尼跑车，啊，几人坐起呢，开始就坐安尼，安尼，用安尼咧骑嘛，对不？啊，这是另外一种。这里骑什么？这里骑弯道，很灵活。你若坐那种哈雷汽车哦，就啵啵啵啵啵啵，蹬我是偌痛苦，你知道？伊个车长嘛，你要蹬我咧蹬无啥个过，足车足大台，你要哪蹬？无可能嘛。跑车足方便嘞，跑车若要蹬我的时阵哦，咻一个，足好玩嘞，一个越过啊。但是蹬道吼，蹬下就要看副线去啊，吼、哦，哎、欸，拍个呀，骑一个四点钟，拜托个。你骑到到的时阵哦，你连要落车都人甲你用光呢，已经拢硬去啊，安尼。但是功能无同，对不？啊，个另外一种，另外一种啊，去 off road 哦，去骑即个树篮内底，迄度头前迄曲上无真软，啊练哦真大练，啊个当撩水的，三种对不？都有人个讲啊，啊我逐摆出去吼、哦，都个。换车足麻烦呢，咁我们叫做综合性的功能诶，综合性诶，哦，综合性啊，就是讲，伊引擎是跑车的引擎，但是后边佫当挂行李、小旅车，但是又佫有跑车的性能。我要的性能有性能，我要的舒适有舒适，所以呢，就佫有一种大台的车，哦，大型小旅车，哦，多卖哦，1300cc 的大型小旅车。就出来了、哦、啊，现在又另外一种说、欸、刚才有一种两用的，不要这么 off road， 不要这么越野型的啦，所以很出名 BMW 有出一台、哦、它是两用的，公路和越野两用的，它的性能、哦、综合在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啊，还有人说，但是我是觉得说、哦、我们就骑车骑长途要骑那种像是固打哦，坐的吼，敢那坐碰椅安尼有无？哦，啊，而且车够音响哦，啊，那天气冷哦，够烧气，全够这种叫做超级大型的斯固达，都像咱台湾一二五迄种五十个小绵羊遐啊，哦，但是咱是50cc 吼，人遐是1000cc 的啦，哦，遐足大只的啊，不安尼。我底下甲伊讲，讲到足趣味的时阵，伊就讲。啊，像阮家吼，我讲啊，你家己有啊，唔多爱几落只。伊讲对啊，对，我家己开奥多麦店，当然厝下真侪只啊。伊讲阮厝下7只奥多麦啊，我逐日要出门就点啊点滚滚，锁匙吊咧壁嘛。哦，看今仔点着倒一台，徛倒一台。哦，迄真正听到要流嘴汗，你知无？因家七台奥多麦，因家哦，伊逐天出门就是讲看今仔要徛倒一台。你讲安尼人是唔足贪爱享受？但是我真正，因为我家己做阿桥都歹，我完全会当理解。我感觉讲，这种贪实在是算真合理啦，你知哦？哦，当但是这种贪，你若经济能力无够，你也要学人安尼。当然，全世界都生产过剩嘛。因为一天骑一台尔，因家有七台车，敢有这个必要？无这个必要嘛？应该是伊找七个朋友，一人买一台，大家烧高碗，安尼才袂生产过剩嘛，对不？但是咱人就是安尼贪。虽然过度的消费带来金融风暴，但是节目最后我要讲的，真正贪的人，你看袂到。真正贪的人，过去台湾对这个部分了解真少，哦，
但是自从这个真济监控公司送红包送一亿两亿了后，咱即马终于了解啊，什么叫做贪钱，或者是真正贪。全世界银行家迄种个贪，伊毋是要来七台车，伊想要掌握这个国家的经济。因内心有种野心，伊毋是讲趁伊有够用，因囝有够用，因囝孙有够用，毋是。伊是想要趁到讲，上好全国的财富一半以上拢我伫控制，迄才是真正快乐个代志。迄种贪一般的人无。这个世界只有金字塔上顶面，古落十万人里面有一个，伊是了大贪。这种大贪害死全世界。这种故事后一集继续讲给你听。无讲未爽快，有时喏，咱待一个所在待了久吼。你就是全世界拢是安尼，比如讲咱台湾天气好，你都唔知道有阵所在吼，迄个咧冷个阵吼，冷到真正你自站袂掉，所以咱今邀请就伊贵宾呢，是咱的好处边，就是俗语，甲大家分享伊个故事来，先对大家请安。牧师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啊，你捌住过纽西兰的南岛吼，我印象中，迄个咧冷个阵是非常的冷。哦，真冷，真正冷，冷到零下嘛。嘿，对对对。迄种个冷法，你有啥物特别的印象无？哦。我底下生阮老二嘛，啊，所以人底下怀孕的时阵，哦，迄早起起来吼，拢其实因大人拢爱用迄个电热器啦 ，heater， 哎、哦、，heater， 但你早起起来时阵就冷的，你敢那房间有 heater 嘛？啊你，出去外你厕所也无啊，对不？啊，你去便所时，你讲个大巴肚，啊，寒哦、喔，你就安敢那要求开安尼，啊，我想讲，即摆有当要回想讲，我迄当阵怎么样过那样的生活，也是这么熬过去，对，因为我觉得。动画型话，其实你的乐趣很多啦。是是那个倒是不，那只是生活的，对的，那是经验啦、嗯。然后呢，有一边就是你厨房你煮饭煮到一半，然后就讲，就是你在那个冷的时候，房间因为伊的气温跟咱无同啦，伊在南半球嘛，对，所以变形工咱家七八月上热的时阵是一下上热，嘿、嗯，啊，有当时也下雪啦哈、哦，啊，咱以前是咱年轻的时候去合欢山看雪，阿妈，咱看应该看差足些吧，但是咱看的是讲。掉的遐迄个雪啦，是是是是我真的我的经验唔捌你台湾看见遐落下来，对。那我这边你遐租房的时阵，就讲，哎呀，那突然就下雪，那所以头一摆经验，头一遍，而且那个雪哈，竟然就是跟咱迄个雪花，就很跟咱迄个像金桃哈。棉花打伞、哦哦、那个感觉满天飞、哦、对、嗯、那个还金金碎啦很浪漫很浪漫对对那有人阮朋友是讲我是听讲有人住遐吼佫较南岛吼一个叫瓦纳卡吼迄风景足碎啦、哎、那个南岛吼较侪迄个湖、嗯、还有一些那个冰就是那个冰冰雪冰河、啊、冰河对冰河、嗯、对、嗯嗯，那你莉莉南岛公有只有只朋友讲，因老囡仔讲足怀念台湾的刨冰呐、啊，啊食无对不？啊伊就讲为迄个下雪吼，积雪啊就挖几块刨冰，伊就挖那个雪做刨冰，啊伊就熬点红豆啦，不是假的啊，一家一共足新奇的。嘿，我是搬家给啦。我那样子就是小孩子，我女儿就讲三黑就堆雪人。啊、那因为我们那时候住那里，它有下了一场雪，它的雪积的不是很厚。嗯哼。那我们觉得脚踩过了也挺恐怖的。对对对 对, 對可能我们还没有很习惯那种对。阿黑的两极段就跟我讲，哦啊，就怀念刨冰啊。天啊。阿罗阿你假刨冰的对。阿你我都假刨冰哦。假刨冰对。哇，真特别的这个生活经验。啊，所以你呐。你流水村塞车足过了，敢不是安尼？啊，唔得加练啊，雪练啊。他一爱看，如果不是真高的时阵，通常是还不需要，还好 还 OK。你塞车准备干嘛？讲哎呦，安尼聊无啥聊。还好，我感觉是还好， okay. 对。所以流水迄个经验是甲台湾真大的一个，对，一个差别，差别、嗯。啊，风景真水，风景。流水就比如讲，你讲台湾吼，因为叫做四季如春嘛，嗯，迄边是不是四季的迄个 view 是差足多啊，还是讲差不多？其实
一天的一天当中，一天就四季哦，好，一天就是哈，嘿，你可能早起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太阳出来以后，你就开始要脱外套，但是你离迄个没有阳光照到，因为树木树啊就遮嘛，对啊，你没有树木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冷。差这哦，还是很冷，然后一直到晚上的时候，大概就是那个温度就降得蛮低的，就刮爱的丢，所以一天当中你可能一下脱外套，一下穿外套啊呢、哦，但是空气拢真好，嗯，哎，足大不？还好，对好我觉得还好，嗯、对对。哎，像台湾人常常留这个西北雨呢。哦，我以前我十年前去的时候，其实它那个下雨的机会不大，但是基督上风景好，风景好、哦，对对对、嗯嘿。我的经验是在我十年前住的时候是安内、嗯，那经历过那一场下雪，觉得很美，啊、很就是。比较冷啦、啊，惊寒的人可能去到遐就较小可，嘿，小可会感觉就寒的对。较辛苦，嘿嘿嘿，较辛苦。但是至少你有体会到讲，迄真正是甲台湾的生活是真正无共款，讲讲无共，足大无共款，足大无共、哦，气候啥物无。气候啊，暗时啊，听讲天顶足侪星足水的哟。那倒是这个有点不太记得，但是我记得有一次看迄个月亮哈，就特别圆吗？圆而且大。而且还都要降，都已经降下来地平线了、啊。对对，就不是在那个在高高挂天上。然后我记得英雄来对跟他洗迄个有当时啊迄个晚上吼，跟他洗十点外时阵天个就亮的啦。哦、啊，对对对，我忘了迄是什么季节。了解，對對對了解。大家都还在活动这样子。所以你看，大无同款的所在哦，连你目睭看到这个规个生活的经验，拢总是无同。所以讲，只要有机会，当到世界各地去体验一下，是袂歹啦，吼。这么辛苦，大家多谢大家，多谢小吉。哎，多谢。